按下订阅，打开小铃铛。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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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哦，一个好老师，好老师，还是好贵人。咱人哦，一生的贵人一定有真侪贵人的相助。是，啊，你贵人相助的时阵，你都要珍惜。你若有珍惜的话，你就有机会通啊往上冲啊。是，当初有贵人出现就对了。当初有一位那个大哥吼，甲我教，嗯，我教讲吼。你甲伊讲，讲你要靠家己的实力过五度五关，不要有任何的裙带关系。是哦，啊，所以。这位大哥是什么人？这位大哥就是咱凤鸣电台的这个梁山兄。哦，哎呦，梁山老师啦，哦，是是是，梁山大哥真正对我真好，伊甲我教，伊用安尼甲我教，甲讲，哦，你甲伊讲，你想要靠你家己的实力过五度五关，嗯嗯，啊，不爱甲，算讲甲公司有裙带关系来过关，安尼人的讲话安尼。是是是，我讲到这个梁山老师吼，伊有一个挂真有名，叫做。派名乌高，派名乌高兄，乌高兄啦吼，嗯，你也晓，恁老师会挂，会晓啊，这条挂真趣味哦，嗯，那试看卖好不好？好，我做来唱啦，好啊好啊，永无口白啦，无口白，无口白，来来 ，OK 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是派名，来，梁山大哥位这个，来派名乌高兄，坐下。世间无永远的英雄，但是有永远予人怀念的英雄。啊，加油！你敢知影？这是小号拄啊一口口声声的怀念的梁山大哥来到现场。我规身骨拢起乌皮。是啊，阮就是我都安排，你讲的出来，阮就做会到。老师你好，鹏哥，不敢不敢不敢，顺哥，你敢不敢？老师好，老师好，梁山大哥，来，请，既然。既然梁山大哥来到现场，咱是不是请伊甲咱唱《歹命阿高兄》？好不？好，再吹喽！哇，原汁原味，谢谢。阮哪会这歹命？掌声鼓励好吗？出门全是家庭车，不是酒家就是舞厅，饮酒跳舞吃宵夜。每暗有善良小姐伴阮佚佗到深夜。懂嘞，爸爸有准备哈，一段话要分享哈，小虎哥。我哈，因还没来，我想重要就是，希望和你真该提示。谢谢。做老爸我哈呢，只有找时间，也当来表示我对你的敬意。谢谢。应该，应该，应该。总是你拄只你甲我讲哦，唱歌哦，其实唱歌。是爱经过着真侪感情的磨练，无论是爱情，无论是亲情。小虎，我甲今仔日才知影讲，
你作听的小妹离你而去，对，所以哈，前不久刚离开，我想这是人生每一个人拢会去行到的路，总是咱家祈祷伊会当去另外一个天国，去过着幸福的日子，啊，咱继续伫咱的生活内底，将这个甲当作是咱要做永远互人怀念的英雄的一个脚踏石。你的小妹，我想伊也嘛是同款安尼在甲你祝福。伊上听的妹妹，上听的小妹。所以吼，今仔日我安尼吼，实在是我听到孙安在甲我讲的时候，我嘛雄雄惊一跳，因为我即虽然咱感情真有，咱有足侪交情，但是无遐侪时间通做伙，所以我只有是来表示对你。谢谢，应该都爱感冒的爱卡卡坚强。来鼓励。其实我尽量拢不爱讲啊妹妹过往的代志，第一幕上我尽量不爱讲，但是梁山兄今仔日啊，孙公甲我安慰安尼，我忍不住，我眼泪马上就掉出来。小虎哥哈，伊就友好诶哦，即马伊的爸爸妈妈嘛拢已经拢无去啊哈，啊伊的大哥，伊就讲大哥就干那外爸爸，所以吼伊当年哦过年的时阵，伊就包红包和哥哥大哥，讲干那亲像是大哥，就是爸爸同款啊咧。这无虾米，这无虾米，应该。就友好。虽然是梁山大哥的查某囝嘛，大家好，得到真传了咧哦。还有我们再度热烈掌声欢迎郭一良老师，欢迎郭老师。八十四岁青年，祝咱大家心情好，看下你查甫。谢谢你，好，谢谢。啊，我爱跟恁打赞钱啊，真正无简单嘞。现在恁是去倒一个郭老师吹出来啦。啊，阮这种等于神通广大，真的。他们吹我拢同款啦，嘿，别老啦，别老哦。郭老师好久不见啦，真欢喜看到你耶。哎，郭老师，阮拄仔看一张相片啊，是按我十一岁时阵。请问你是你发现到伊，还是伊甲你拜师的？伊吼。小孩的时候是声音很高兴，啊，爸爸很爱他唱歌，人家在做场，他就说，你去唱歌，这样啦，啊，阿叔是律师，比较内行啦，他说，这个孩子给栽培，给带过男孩学，啊，老爸比较欠啦，来学爱教学费，他不爱，啊，阿伯骂阿叔，说，好，你学费不出，他要出，就阿仔来，这样啦。哦，我阿叔吼，今仔日生活在对对起拢唔知啦。对啦，啊，老师，这个囡仔好教无？伊吼是安尼啦，较金色啦，啊，调皮。那你上课吼，阿阿切带一大堆啊。无咧学啦，我是去遐看老师，去咧看老师表演安尼哈。安尼吼，来啦，当然有力啦，囡仔时阵作爱哭。所以丹田有力，讲会到安尼无？大家说一下。老师，我不爱唱啊。会安尼无？会安尼。会安尼吼，安尼好。咱即摆看有机会来重现当年的情景无？是。阿我啊，细汉的时阵的情景，看我倒来重现一下，好不好？我这个老大咖点一条歌，点一条阿我啊，细汉时阵的歌。顺口，这位可爱的伯伯想要点一条歌送给伊的查某囝哦。来，请问你要点什么歌？啊，点那个我所爱的人。老点。我所爱的人，哇，老点。经典好歌，这偌久啊？我跟你讲，这首歌是老师写给我唱的，我听我唱的，啊嘿。嘛是作诗人，你做。对啊，唱的都红起来啊。好，是啦。是为伊特别传的，就对了。对啦。你就是阿公啊，囡仔嘛。啊！即摆咱要重现阿公阿囡仔一当时这情景变啊，变很牛劲一下，真啊！啊，我有查一个阿公的 copy， 阿公的 copy， 嘿，哦，有错啦你啊？有啦，叫什么名？啊，杜小月。杜小月不是咧卖迄个单面？卖其他面。来欢迎杜小月小朋友，杜小月小朋友来。大家好。来。这杜小月小朋友哈，你现在是郭一良老师的学生对不对？对。你几岁？13。13。当年阿公阿弟郭老师才几岁开始学？十一岁哦。无啦，那国民小学4年级的。11岁啦。11岁。啊，你13岁。好，啊，郭老师这里。一7岁就来啊。7岁的。对哇，是不是？是想当大歌星吗？
相当相当。不然那好，那我挂前面说本身我挂前面的我到了。啊对对对对对啊，所以你现在来这个大的方瑞儿，这个、小型版的方瑞儿哈，卡唱到底安那全世界的歌，我所爱人那个杜小月拍一破的来。这个歌段就是安尼啦吼，爱代代相传啦吼。对，哎，还有郭老师也记得，弹出的阿公啊，啊，什么的杜小月呐，弹了，阿公啊退休。无啦，哪一世人都无要退休啊，伊拢无咧买保险的啦。嘿，杜小月吼，爱等我赚较侪钱咧，有钱人了。有几糖料？无啦，郭老师，你较早开唱片，赚足侪钱呢？较早的代志啊，不也算股票算了了？我最后会请陈老师赚偌济呢？没没有？没啊。老师，而且搞隔壁迄小刘啦。伊赚足济啦，吼，迄兰花赚偌济咧？哦，鸟嘛赚足济，吼，尾啊饲狗嘛赚足济。啊对啦。啊，你杜小月再敢栽培者啦？对。阮就是青春的来山的兄哥，七八才着出门，准备要去巡田埂。这手抓起头路，左手煞分机，行路轻松不愿去，行到我的田埂。台北都市，我要卖东西，都回去呢。哎哎哎！老师，老师你来啦，加油加油，加油加油！阮就是青春的来山的兄哥。到台北，台北也好佚佗。无论是公园，山路宽阔，人山人海满满是，大家都是笑眯眯。哦，我来感觉爽快，无想倒转去，倒转去呢。多好啊！
加油！我真正，这个话是都不对，没礼貌了。我真正唔知道制作单位咱超级夜总会啊，今日啊，我咱个皇宫啊，咱啊这个乐成大殿啊，邀请咱啊超级夜总会来这节目，因为我拢无闲，加减斗无闲这个代志，无想到阮老师甲不。无想讲，甲请来遮嘛，哦，阿妈，伊住台北，哈，哦，阿妈行较去咯，吼，啊，啊，所以我真正我唔知影阮老师来，啊，啊，我老师是我恩师，啊，甲拄仔我讲迄话，唔是超工讲诶，我唔知影阮老师今仔就要来，阮老师教我唱歌，啊，十六岁，啊，我去找着伊，哈，伊就教。教我唱歌无摕学费，佮牵线我去介绍唱片公司啊录影，唔录录新歌，较早做迄个唱片哈。啊，阮老师是一个非常有人格啊，修养真正啊，足好足好诶人啊。唔是讲伊讲无甲收学费，我只安尼讲啊。我若讲嘿，想讲过年时啊，我去甲老师拜年，过年阿妈啊。其实我红包嘛拢包无偌济啦，哈！啊，我若包六千块，伊都阁包三千六给我啦，吼！我要甲去也袂使啦，吼！啊，迄个，那啊，甲阮老师问讲，啊，老师即摆天气遮寒，啊，无我来拣哦一束两束大衣给你，啊，啊是讲迄较厚的夹克，阮老师拢吼，讲我肯定我来讲哦，你爱听我的话哦，哈！你都唔好去买鞋哦。哈，迄较贵，哈，啊，我迄夹克、大衣，哦，较早去日本唱歌，伊嘛买足侪领的，啊，拢还阁有诶新鲜咧，吼，啊，阮老师讲安尼，我就听老师诶话，啊，就是捌，甲买卫生衣裤、卫生衫较厚诶迄啦，吼，啊，迄同阮老师咧讲，啊，迄较少钱，啊，伊则甲收，哈，啊，所以，吼，迄个，哦，有歌单，有迄个。哎，歌单啊，啊，这有这算讲有啊，乐器提拢是啊，拢是郭大成啊，没有郭大成郭老师啊，歌坛就没有乐器提啦。掌声鼓励者。那么呢，老师要讲两句话。咱超级夜总会吼，诶，超级任务就是去邀请我来上这个节目。本来我是讲唔好吼。这哦，安尼汹涌来哦，唔好。啊，但是超级夜总会哦，讲啊，你较早都做过遐尼济滴歌，好客定啊唱哦。啊，你嘛需要讲啊，去安尼，诶，大安尼鼓励安尼吼。啊，所以我就讲吼，安尼，诶，这个超级夜总会，我都爱出来一个安尼。所以我，哈，为着这节目，吼，为着客定啊，所以我一定爱出来。所以我今天来这所在跟各位见面，希望各位多多指教，多多批评，谢谢。哇，太伟大一个老师啦！老师听讲有写歌对不？啊，有写歌。嘿，最近够有写。最近新的。新的。啊有。你上我课点。写一条叫做《人生看头前》。哦，这有特殊的意义吗？嗯，人生看头前的意思就是讲，过去不如意的代志，放我袂记。是。起码咱人生都是爱看头前，为即马开始向前进。其实我要送予咱的歌王，有是要听郭老师唱歌无？好，这无简单。我先唱到大嘞，来，历史的画面来了。人生看头前。生活环境好歹总是爱适应，有人地富贵虽然阴险，有人比咱较可怜。人生啊人生，世间暂时来旅行。
就爱放好手，目睭就爱看头前，头前有长远着，无限的光明。感谢。下回歌嘛，足些啊！哎呀，这边青花树，青花树啦，这边哦，唱些歌哦，阿公我爱歌一下，想想写五十条啦，拢伊拢早起我都话讲做兵以前，拢我老师写。那英安，哇，这条英安恁师徒两个就好，我开讲啊！来，咱再多谢谢郭大成老。